像后来我妹妹他们就管的就没有那么严格了，那个跟人的年纪是有差的。后来佩金朝我七八岁嘛，所以到后来变成也比较懒得管了。很奇怪，应该是女生要管的比较严才对。对啊，之前是这样啊，然后结果还没生女生就不想管了。从新一代煮肉肉，这边还需要加肉吗？你呢？买猪肉还是牛肉呢？猪肉。一盘牛肉。一盘牛肉，一盘猪肉。两盘猪肉，一盘牛肉。把它用筛掉。来呀！来，我把它用筛再给你。来呀！咦，你吃这个吃看看。怎么那么痛啊？没有，你要把它翻过去，红色的要翻过去煮。啊，小心不要摸到这旁边啊，这很凶啊。是。那你的肉就煮熟了，就可以一起吃了。嗯，还有红色的啊，红色的都要翻过去啊。啊，吃个差不多啊。然后等下搁买一块鸡排回去吃就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都是牛肉是哪一盘？牛肉在最下面哦。哦，牛肉放这边好了。谢谢。好吧。你给我吃饭啊？我。你要帮哥哥叫的。我够留三杯饮料。哦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够一杯是汽水。饮料，饮料成本最低了。啊？成本最低。饮料成本最低。吴思义。哎。哎，你后面有人呢。哎不。可乐和雪碧的成本上高。你要说可乐一杯小贵的。不要说，你不要钱太贵。不要拿夹子。你还要菜啊？不要夹。可乐、雪碧成本最低啊。最高。我们印尼，我看市价是那么贵。那不代表它的成本高。对呀，啊，就是他卖人工啊。那在温标去元宵会，开200多块去买可乐。几杯啊？几杯？它的成本可能20块都不到。然后他一杯卖30块。它都是一些化学的东西。可乐可以用来洗